Hello，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现在的地方是明洞。明洞是哪里呢？明洞它就是有点像首尔的西门町哦。对，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店家，你看有没有？那今天呢，我要介绍的呢，昆南有一个暖男店员呢在哪里？因为大家来韩国都很喜欢看帅哥嘛。Hello， 这就是我朋友默默。Hi，Hello， this is working in 明洞。Yeah, you can talk in Korean. 한국인어저는명동에서일하고있는테스트고요러시라는매장에서일하고있습니다哎，他说呢，他在这个明洞的 Lush 店工作，他就是所谓的 Lush Boy 啦。啊 ，This corner is looking for 昆南，昆南明洞 ，Yeah， 南方昆南。你看他害羞了，没错。那来这边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香皂，你看到没有？那这跟台湾的这个蜡烛是一样的。那我不知道哪边的价钱比较贵，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买过。不过呢，如果你在韩国的明洞呢来逛街，想要看暖男的话，可以跟我们的默默打招呼哦。安妞，安妞，拜拜，拜拜。